比如说，我们也可以把貌似不是优势的，我们使用它，让它变成优势。比如，一个喜欢顶嘴的孩子，怎么让他变优势呢？顶嘴本来不是好的，但是他有可能是思维敏捷。如果让他去参加辩论赛，思维敏捷就成为他的优势。比如说，爱管闲事的孩子，那他有可能适合去做志愿者。这个是志愿者的工作就很适合他，心地善良就成为他的优势。爱管闲事是因为他心地善良，所以我们可以耐心的引导孩子，把他所谓的缺点找到适合发挥的空间，让他的缺点变成他的优势。我们要有一个善于发现优势的眼睛，透过孩子的表面看到他内部真正的优势是什么。你要有一个沙里淘金的眼睛。好，这里呢，我们选出来的是测测你的优势教养的程度。这是针对家长的啊，不是针对孩子的，是针对家长的，就是你能不能发现孩子的优势？等到后面你扫二维码进入群的时候，我会发到群里。因为很多，我就挑几点先给大家启发一下，看看你是不是你擅长不擅长发挥孩子的优势，发现孩子的优势。比如说啊。我知道孩子喜欢做什么，你知不知道？是比较知道还是非常知道？我知道如何激励孩子，是比较会还是不大会？我可以轻易的看出我的孩子什么事情做得最好，有没有这个特点？我给孩子创造机会，让他可以经常运用自己的优势，有没有这个？我鼓励孩子做有激情的事情，等等。这里啊，测试一下你，它有打分的标准。如果你的分数高，就是你比较会发现；分数低，就比较不会发现。如果是在0到20分的话，就是缺少使用优势教养的这个能力。但是，如果你在这个分数，你也不用担心。你看，我用优势教养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，你就能够体会说，哎，什么叫做优势教养啊？如果你在0到20分，分数有点低，但是不用担心。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还没有学会如何关注优势，哪怕你每天稍微关注一下孩子。都可以触发积极效应，它的结果是让你吃惊的，你很快就会学到这一点。刚才我这一段话，你听了是不是会比较舒服？而且你会比较的有信心去学习优势教养，是不是？我们也需要有同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孩子啊。好。现在呢，我就请家长朋友们在听的父母们来回想一下你最成功的教养瞬间。你回想一下，在你教养孩子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一次是比较成功的经历？你想一想，你当时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，是让人感觉良好的？等到后面啊，讲座结束，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写下来，发到群里。你可以详细的描述你做了什么 感觉如何，当时孩子的反应如何，这对你的孩子有什么影响？我回想了一下哈。我过去就不是一个，善于发展优势的妈妈，我真的不是。
所以我现在开始学习，我还是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。我过去不是，我想了半天，我想起来有那么几次，其中最有一个我觉得还做得不错的一次，我分享给大家啊。这是在我心态啊有了很大改变之后，我跟孩子的一次谈话。我儿子那个时候上高三，就是他马上就是要高，就是要申请大学了。他跟我说。他说：“我妈妈，我就是学不会那个历史，那个，哎，学数理化我觉得很容易，可是我就是学不会历史。那我就问，我说历史有什么难学的？你不就是背嘛，记住就行了呀。因为我用我的心态去想，说历史有没有什么不能懂的地方？我当时学历史就是死记硬背的。”就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死记硬背嘛，哎，他就学不会。我当时我就问他，哎，我说你怎么就会记不住呢？他说没有逻辑，因为我觉得历史是没有逻辑的，所以没有逻辑的东西我记不住。你比如数学，它是有逻辑的，只要我理解了它，我就一次记住，然后就不会忘记。哦。我的心态，我就开始抓住他的这句话了。我说：“哦，哇，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，就是你如果理解了，用逻辑去理解了这件事情，你就会过目不忘，一次就记住。他确实有这个特点。当时他听过的课，他记住了，他都不用复习，他就记得住，不会忘。这个是他的非常大的优势。哎，我说我好羡慕你啊。”你可以一次记住都不会忘，但是妈妈就会忘，理解了也会忘。哇，我好羡慕你有这个优势。然后我又说，我说我发现人跟人的大脑还真的是不一样啊。我觉得妈妈的大脑跟你的大脑就不同，妈妈就是对那种死记硬背的东西就觉着不难，就会记得住，但是你就不会。但是呢，你有另外一个特长，就是理解的东西，你就会记得特别牢，这是妈妈所缺乏的。我就跟他这样说了。我觉得当时我儿子的感受是好的，就是虽然他发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他有，妈妈也有，这很正常，没有什么，他只要把优势发挥出来就好了。所以他的历史。从来没有学得很好过，那也没有被批评，就 OK 啊。他将来他说我反正不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啊，我现在就 OK 就行了。所以我就觉得他被接受了，然后他的优点被看见了，这是我觉得我当时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一次对话。啊，也希望你把你的对话发到群里。好，我们要讲具体方法，就说我们需要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想象出一个开关，然后拨动它，关掉我们负面思维的灯，打开正面思维的灯。如果你一直处在负面思维的那个角度，你就没有办法发现孩子的优势。所以一定要先把负面思维关掉。啊，打开优势开关的作用呢，就是提醒我。成为一个从优势出发的母亲，是要先看看孩子做对了什么，再看他做错了什么，先关注他的优点，再关注他的缺点。